我的帐下，却又如何？尤氏双雄的手段，阿柱，事到如今，他们也绝不容你活了。今日若是必有一死，咱们死在一起便是。绝不杀中原武林一人，你们动手吧！违背誓言，乔某之伤及昔日兄弟阿朱姑娘一命。老夫平生救人治病，只有受你只要问心无愧。行事对得住天地，那就好了。虚无生自然，自然生大道。玉儿不爱习武，去不合适，可知是福是祸？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，内伤外伤混合伤，伤
伤可治。内伤外伤混合伤，伤伤可治。伤外伤和尚一花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。自打这些老虎来了，我就没法活了。
看我一眼呢？非哭非人非叫，好不容易溜出来，可不能浪费这大好时光。死龟学艺不精，愧对主人。死龟学艺不精，愧对主人。六脉神剑剑谱，小僧以少林寺三卷武功要诀换取六脉神剑剑谱之事，大师可想？大师若不愿意，不如由小僧为大师做个决定。此职位六脉神剑，使人在此拖延有何意思？少侠稍作休息，让我来会会他。高明，高明，小僧告辞了。剑谱没人夺得去，大理国近来不甚太平，也不知皇兄有何打算。大道生一气，一气分阴阳。
铃铃滴铃铃，看上我少侠想去对岸呀，我可以载你一程。死剑谱活剑谱，真是不容混合。这位大师傅要去擦佛庄呀。自称燕国皇族后裔，在燕子屋大肆招兵。
圣上令我统兵将其剿灭，还望少侠协助于我。慕容乱党自称燕国皇族后裔，在燕子屋大肆招兵买马。本是富庶太平，可偏偏有恶霸成。
小熊可以鼓舞熊王士气，要速度击杀大熊。
在任何时候都会跟着你陪着你。死鬼学艺不精，愧对主人。杀不了也要杀，谁让你们得罪阿紫姑娘？